今仔真欢喜，啊，真光荣，会当请到咱四位的讲员，今仔日来做这个布袋和这个台湾诶文化音乐的精粹，啊，真有这个机会安尼。啊，今仔日拢总有四位的讲师，啊，第一位是伊博士。伊总成博士哈，对啊，咱大家一个搭话的。啊，我要感谢伊的夫人 Tammy， 啊，导演陪先生一起来，爱赛奖的啦，爱赛奖的。第二位是林正贤先生哈，哎。啊，咱今仔日还阁有特别来宾的这个客串吼，啊，李信野先生和吴丽华小姐，因已经 on the way 哈，这是 actual bonus， 本来是安排因两位，但是伊博士真热心啊，都有机会请到因另外两位来和咱参与这个 event， 啊，真感谢哈，啊。伊博士已经来咱家有几遍了吼，啊，大家对可能啊真熟悉，较新来的人可能较唔知，所以我真简单啊介绍伊，另外三位吼，听下要表演的时阵，再拜托伊总称博士来介绍其他三位的讲员吼，啊，伊博士是 Michigan 的这个纪律大学。资源经济的博士吼，啊，伊伫州政府啊做过一段时间，后来搬来南加州，伫这个Beverly Hills 开足有名的这个室内设计和那个装潢的生意，甲1997年退休了，才一直拢参与咱社会公益的代志吼，啊，伫 LA 担任人力。投资委员会迄个委员有10年之久吼，啊，目前是美国社会的秘书长，啊，嘛是台美联合基金理事，啊，伊热爱艺术吼，收藏真多布袋戏这方面的这个布袋戏偶啦吼，啊，有积极推广迄个布袋戏的表演的艺术。啊！伊家己真客气，讲伊是业余啦。我以我个眼光来讲，伊是业余了吼，比 professional 较 professional， 对这个部分真有研究，啊，真慷慨啊来和各位分享。啊，咱以下啊，请李博士来甲咱做一个发话，欢迎。足欢喜吼！我第二次甲恁大家见面吼，正经我是业余啦，唔是专业的吼，拢是半路出家。我来美国52年吼，啊做代志拢是不务正业，啊读书读到博士，啊唔啊你做你博士内底专业的代志，啊专门做一款有影无食的代志。不过吼。啊，我真真享受这款的生活方式。好，啊，今日我要讲吼，啊，主要是咱的民俗音乐吼。伫1900甲日本统治台湾以前吼，啊，大部分的音乐拢是登山过台湾带过来，所以这里南管北管就是到登山，咱的早期。咱的中国祖先吼，咱早期都中国移民过来，从这带过来，吼啊！但是日本统治台湾以后，一寡有台湾的留学生去文学啊，甲西亚带入去台湾，迄阵才开始咱音乐吼，甲西方会接触啊。所以，但是我即卖要讲的，就是讲迄、那个。这个南北管吼，继续到迄阵啊，真早，差不多啊，应该是明朝中国的明朝末啊，
甲清朝的初期就已经入来台湾啦。啊，迄个中间直直传到甲即马，但你即下我即马要讲的吼，啊，北管甲南管拄仔咧讲是传统的，等于讲吼是咱台湾的即个民俗的古典音乐。真侪台湾的这民俗的音乐，拢是到这两个音乐系统发展出来的。尤其是北管，北管的时阵，就是咱讲北管是安怎，就是北过一个管，北就是伊这个音乐的系统，大部分是中国的中江以北的音乐系统，传到甲福建，啊甲泉州，啊迄阵才传到台湾来。所以它叫做北，从那个地理的位置来讲是北，但是还有一个北管，那个管就是托那个竹仔管，吼，是讲那个音乐的物件，吼，有那个用管来表示，但是北这个南管、北管所用的音乐，吼，乐器。有两项都是一个线，啊，一个管，所以是线就是弦啊，啊管就是小笛，啊是鼓这边的物件，啊所以因才搁用迄个南管、北管。老实讲吼，早期因传过来的时阵吼，伊大声入来吼是南管声入来。啊，南管甲北管两个音乐系统上大的差别，就是讲南管就是变敢那迄个传统的艺术音乐，拢是较高级的人才听有，吼、哦、所以伊拢伊迄款音乐吼，那少年的听的拢独孤啦，拢听袂落的啦。啊，北管嘿，伊有迄个节奏，伊北管的一。用伊个音乐系统吼，打击个音乐器用较侪啦，拢是鼓锣吼，啊，遮个物件啊，所以伊北管个物件吼，将真注重迄个节奏吼，乒乓就足闹热个安尼吼，啊，南管是足静个，南管你若北管是就敢那雅乐，你知影迄、那个啊是讲迄个日本个即个雅乐伊啊。痛一个，一音吼、喔，牵足长个，啊，伊一字字内底吼，几啊个音律啊，啊，你唔知伊咧唱啥，啊唱迄个牵足长个吼，啊，你根本就到尾啊，少年拢少困起啊，吼、喔，我小等你一挂电门吹响，你就知影吼、喔，咱拄啊有滴恁一摆先有滴听，迄就是北管的音乐，叫做风入松。风入风入熊，这个白曲是你北管的身上正式的一个白曲。啊，伊听到这个物件吼，是嘛是有一点啊这个雅气嘛，啊嘛真下脑热，你咧吼、哦、听到到这心情拢足好诶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风入熊这个白曲。你若讲北管的音乐内底是真重要，咱拄啊，你入来时，你听遐少年的哦，遐是音乐系，代代音乐系学生的演奏。我稍微放一挂吼，放一挂迄款那个哦，你顶头啦，遐嘛是北管的系统。吼、哦，啊南管，我拄啊你讲吼，伊、哦、就是老实讲，南管的即个南的意思吼。哦就是福建迄、那个浙、迄泉州、甲漳州，即个南部的即个音乐，甲中国的本土无关系，无直接的关系，就这边家己发展的一挂音乐系统。但是伊即、這个就是用的物件吼，就是用弦啊、啊甲迄个洞箫吼为主啊。哦、我现在也留我介绍一个，遐一挂乐器，迄个全部迄北管的乐器吼。迄、那个，伊这个南管吼，捌伊乾隆的时阵吼，伊去
北京吼表演吼，即个皇帝听的时阵，啊，皇帝感觉哦，即南管，迄个音乐足好听，啊，佫改竖一个名叫做玉泉佳音，所以变足出名。啊，所以南管有三个名吼，一个叫做南乐、南乐、南音、南曲吼。啊，你若你东南亚的所在吼，真侪拢听南管，真少北管。因为北管是咧，你咧台湾上特殊的一个音乐吼，伊甲即阵啊吼，还阁足老足足足话，你因为庙会啦，啊庙会啦，啊出巡啦吼，迄个什么出巡啦吼，啊锣鼓阵啦，啊甲婚丧的一个场所，拢用即个北管的音乐吼，啊即个北管的。音乐的时就是较闹热，啊，咱台湾人嘛真爱闹热嘛吼。你若讲，迄个主题有无？主题要出，迄个妈祖要出巡来啥时阵，拢爱走来进贡着安尼。啊，但是为听到到哦，足吵足吵的安尼哦。但是因这个这款的嘛，但是你北管的，拄啊你头一个你看吼，这音乐系学生来表演出来嘛是真好听的吼。OK， 咱拄仔讲北管甲南管的拢是明，这两个音乐是拢超明朝尾甲清朝初入来吼。啊，最主要是就是讲这个北南管较早入来，啊北管较慢入来。啊，咱来讲南管是因较早的这个抒情表演感情的一个艺术音乐吼。啊，北管就是现时的当时的这热门音乐啦，所以北管就成为咱即马你甲想到讲，咱较早你音乐内底唱到迄个声乐啥哩，啊，甲你演奏迄古典音乐代表，啊，南管就是哦，是热门音乐，就是 rock and roll 迄款的成的音乐，所以这两个区别，你用用这个观念来看。就是知影讲，用现代观念来解释，过去的南北管的音乐，你就会感觉这两个音乐的差别伫倒位啊吼。啊，对这个南北管吼，啊，我即马是要用这建筑设备安尼的概大概来讲这个代志，把迄个做好的物件留好。林先生也是老好，很多部个迄个有你话因的表演，我主要是介绍一个起头，讲咱台湾日本统治以前的音乐的一个传统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南管甲北管吼、哦，对，即马这个李圣爷伊来啊，这个伊即马特别过，迄个弄西过的时候，弄迄个大过。对台湾的不但演奏音乐吼有真有影响，对台湾的这个传统戏剧影响足大个。吼，像咱呢啊，布袋戏，啊是歌戏，伊拢有南管布袋戏一曲，啊甲北管布袋戏，啊甲是歌戏嘛，南管歌戏，啊是。北管歌戏的伊这个曲的设计，啊，甲伊迄个后场文武场吼，后场咱你若知影讲看歌戏的布里的，你知影有一个文武场，这个就是一边武的，一边文的，就叫做文武场的乐器伫遐吼。啊，伊这个影响着咱台湾整个这个传统戏剧方面的这个音乐。诶，足大啊！甲即阵啊，还阁有迄个用哦。当然，即马布袋戏啊，甲歌戏已经有现代的交响乐团做配乐，做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伊即马真侪音乐是用录音的啦，毋是讲现人对啊伴奏后场。即马你若正经有后场吼，像讲文武场来伴乐来表演的吼，差不多剩五六团尔啦，摇篮人啦。小西园啦，啊，南部的这个吼，因叫做金光戏吼，完全拢是配乐的啦。
啊，甲即卖霹雳吼，完全拢是劈个，伊个迄个霹雳电迄、那个电视诶，即、這个布袋戏电影，你毋知捌看迄布袋戏电影？顶摆有甲恁介绍一遍，布袋戏啊是用上海的交响乐团做配乐的，所以以前啊，拢诶。甲现代拢接轨起来，啊，所以甲伊即个过去要出过去，拢找即个传统嘅乐师吼，愈来愈少。啊，佮伊若要去参加乐团，迄个演布袋戏团啊、歌戏团吼，去做后场咧，迄种因趁无食，无法度生存，所以拢当专业滴，啊，所以愈来愈少啊，啊，少足可惜诶。啊，伊北管的音乐的器材吼，大部分我看的迄拢是按北管的音乐器材较侪，锣鼓、锣、琴叉啊，无迄琴叉啊，琴叉有大个、细个，啊伊北管的即个主导音乐的乐器吼，都是迄个鼓，一个北鼓，一个铜鼓，啊，搁一个边鼓。啊！伊迄个八股，迄个细啊，比迄个叫做单皮股，就是安尼包个茶尔。迄个比白，迄个就是头手股。伊咧指导、引导所有的股，所有的音乐的进行，就是迄个股。虽然伊即个看敢若正细粒啊，在遐吼，但是伊拍落以后吼，迄、那个通股隔壁迄个倒是讲迄上重要的股啦，通股。啊，迄、那个鼓的时阵哦，看迄个八鼓啊，伊表演啊，伊就啊，伊的进行，你晓得，你拄啊有看的吼，你就来较注意者，你就知影。啊，所以伊的乐器足多啊，啊，鼓吹足重要的，因鼓吹足重要的吼，迄个八鼓、甲鼓吹、甲锣，迄是北管足重要，南管呢？诶，基本的乐器，应该算个一二三四五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安怎？一洞箫，二大两弓弦啦，迄款叫二二胡吼，三弦的啊，用个单啊，用个 A， 四迄个琵琶。中文我袂晓讲，我有个迄个林教授讲，中文我袂晓讲，我叫琵琶。吼、哦，啊无白，因的音乐拢无打节，无诶节拍，迄个打节拍的这个乐器，干那靠迄个五地板啊！你唱歌的人用迄个五地板啊，五地板啊，你控制因的迄个节奏，啊，所有乐器拢是韵律的。你看，两公弦。吼、哦，咱二胡了吼，琵琶，迄、那个铜箫，啊，搁一个三弦，迄拢是竖琴了吼。啊，所以因咧叫做五音啦。南管来讲，即、這个五个乐器到顶端，就是叫做五音。啊，伊南管还搁一个小五小。五而且四管啦、啊、吼、哦，就是四管就包括吼、哦、一个两粒两个敢那凉凉啊呢凉凉啊呢迄管吼，啊个一个吼、哦、是圆圆的一个铜的锣吼，啊放在一个阿爸底吼去。茶座的阿爸的孙，啊用一支石迄落安尼挂，啊头伊的头前吼、哦、放一个木鱼啦，你对迄个庙寺的木鱼，啊伊这两个一个吼，啊个一个吼，伊就迄、那个伊除了弦以外，啊伊打击乐拢无啦，伊拢无打击音乐吼、哦，啊伊这个。伊拄仔我讲个五项乐器，佮加迄个箫管四项乐器，啊，佮加一个唢呐。咱你毋捌听你讲杂音嘛？吼、哦，杂音个乐器就是五个迄，啊，佮四个，啊，佮一个
鼓吹啦，因咧中国话讲做唢呐，啊，咱是讲哦做鼓吹，啊，鼓吹大鼓吹、小鼓吹，啊有三个鼓吹吼，咱即摆遮嘛有甲创出来，有大鼓吹、小鼓吹，啊，愈小的鼓吹就音愈悬啦吼。啊，我吼、哦、简单介绍甲遮吼，我互你看，互你看者，我主要吼、哦，这个哦，这个是迄落的排场啦，吼、哦，北角迄个北馆的排场，吼、哦，北馆伊遮有鼓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遮无放锣啦，无放大锣啦，有小锣尔啦，吼、哦。而且南馆，我互你看者南馆吼，这个排场。啊，南管、北管吼，伊若你用唱的吼，伊即个北，只要北京的话来讲，啊，伊两个唱法吼，真侪拢一字多韵啦吼，只是啊，牵足长的，啊，牵足一个音的音符吼，啊，伊都牵足长，啊，都听人听无，伊嘛是唱煞，袂唱煞，拢毋知影。啊，所以伊即款歌了听无，啊，北管嘛是安尼，啊，伊咧南管的唱的话吼，佫以泉州的话为主，所以你咧听起來，反正你拢听无啦。啊，伊所以因为伊。迄、那个，所以叫做就泉州弦管嘛吼，迄、那个哦。OK， 这是我拄仔讲的南管的排场五个，吼、哦，这五个有无？啊，中央迄个是主唱者，伊摕五个棒啊，切啊，伊拍迄落啊吼，啊，伊有箫啊有。琵琶啊，这边二胡啊，一边啊不，这边三弦啊，所以董霄啊，过在嘞，这边是二胡。好、嗯哦，我就让你看一寡。OK， 伊这个就是个排场啦吼，十音的排场，即摆十个嘛吼，十个排场就是这款的排场吼。安尼我吼，我简单介绍到遮吼，啊，咱来听一挂歌吼。无，咱头一个。不，头一个听迄、那个吼，迄、哦那个北管吼，我即摆互你听一个南管的。好，有出来。你出来。啊，有出来。这里该重点。这就是南管的音乐，啊！你听到甲拄啊，你震动到的，啊！甲这两个比较起来，你爱听倒一个？
我拄啊听音乐吼，甲即卖音乐差真多。啊，这是高，这吼，以传统来讲，这是高级的人咧听的话，诶，音乐啦。啊，拄啊听咧金光调，金光调，迄是初作的，看样。啊，中个迄是提无的版吼。啊！伊这个三弦加琵琶，你算较阳刚吼。啊！伊是变洞箫，啊加奥胡，就比较阴柔。所以伊这阳刚，这迄个因咧中国拢有迄个五行啊咧配合阳阴阳相配吼。啊！这个南管真重要诶，这个伊就是讲以和为贵吼。伊对这音乐器的咧会调配吼，敢那咱讲有诶讲吼叫沙拉，每一项菜拢清清楚楚，啊毋是男男夹夹倒做咧，所以南管的音乐的配合是合，吼、哦，就是每个单独的音乐器拢会表现出毋是单独吼，要强调。个人的音乐，但是伊是合作出啊一个音乐系统。啊，足慢的吼，慢慢啊吼，安尼。啊，你听这個，我嘛是听到正经会倒鼓啊。段吼，伊来到台湾的以后吼，北管有分两个啦吼，一个叫竖屏，啊，甲一个软段。啊，软段的意思就是讲，伊掺杂其他的这个音啦。你若正音来讲，竖屏拢用正音的讲吼，正音就是讲正北京话啊，啥来讲？啊，尾啊掺甲地方的一个土话落去。啊，变乱段，啊，变做乱段曲，啊，佫有参加地方的这个，像台湾的民间的音乐乐器，啊，参落以后变一个乱段戏，啊，大家拢讲吼，食肉就爱食三层啦，看戏就爱看烂摊啦，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烂摊戏吼，人看较有啦，啊，你若讲迄个正音哦。看长长落落长，无人听有啦，所以唔只你台湾的人吼，感觉安尼较好听。啊，一个真代志，我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吼，我该讲，咱一个传统音乐内底有一个台湾念歌，是安怎咱唱歌唔唱歌，要讲迄个念歌，啊，咱讲拢讲念歌，噶唔是？无人讲，那中国话才有讲唱歌，咱拢讲念歌嘛。念歌就是对下来，咱有一个台湾念歌，咱前阵出名八十几岁，这个杨素卿吼，啊，甲因的杨再兴，因的夫妇配合，啊，念歌就是吼，念歌迄个人吼，提一个乐琴，啊，大乐琴，顺下广告，啊，广告是用音乐来表示啊，安尼念出来。啊，迄、那个伊念歌的曲真多，原来是用北管的。啊，尾啊吼，这个念歌遐曲吼，用来收入的歌戏内底，吼，像我真多迄个七字曲，因念歌拢念四句平、四句连甲七字曲。啊，迄个也东西迄个这个系统较有了啊关系啦，所以。你若家己买网站，甲写一个台湾念歌，哦，你就真多关系这念歌的代志吼。啊，迄念歌有一个固定的名，迄、那个名词是有一个民俗的意义的。OK， 这听落来好，我即摆带一个课，从一个较老一个吼。哦，这个老的啦。有听的后边有听的无？啊，这北管，啊北管的声音，然后就是。
伊的节奏的音乐拢无当机。这是八卦呐，你台湾八卦就款的，啊，这就是八卦音乐。大路啊，讲的吼，哎，你有叫大路来过来听一两分钟，我就继续再请你的正言兄来来讲。很差的，就是都这款的。啊，这南管的，不北管的音乐吼，甲你拄啊入来时，你听你看遐学生吼，音乐系学生，你表演的完全无同款的气氛呐。啊，这个主题吼，因在学这个北管的音乐吼，拢是主题管，伊拢是先的吼，先的教师啊吼，安尼直接教，毋是入去音乐学校去听的，拢是教徒弟安尼教出来，所以拢有主题管啦。啊，咱你讲这款北管的这个音乐团就叫主题啊，咱讲叫主题团吼。OK， 那这把好啊，这把换啦，来换。OK， 安尼你有一个大概了解吼，南北管的这差别吼。老实讲，你台湾生活的时候，咱拢有你台湾生活过吼，知影讲哇，就是这款音乐哦，啊，够有名呢。咱较早是讲哇，这足差的，足歹听的。好，啊，以前。我即摆吼，煞来要请林正贤先生吼、来讲吼、1945以前的台湾流行音乐，啊，这音乐的创作者拢是大部分拢日本留学转来，所以伊写的曲这个用台湾话的谱从唱出来。所以那像讲万春农务雅会这物件吼，拢是迄阵啊的音乐。所以那请你们，啊，这林先生是迄个 Norther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伫个 Holden 迄边的教授吼，其他的教授。啊，煞咧吼，伊现在是伫一个美国的高级科技公司做主管吼，做主管。啊，伊。我甲伊两个拢业余的啦，拢不务正业，吼、但是伊较厉害，当伊迄个琴啊，哦，你现在就听伊迄个二胡哦，有够好听，所以你说来听下。啊，伊足热心的，伊也是画家，因两个拢画家，因两个拢属于台湾台美人艺术协会的会员。啊，拢有吼，迄个吕先生，伊是做过会长。啊，迄、那个正贤兄吼，伊画图嘛真好看吼，我拢对因差太侪啦吼。啊，伊迄个正贤兄伊阁是台湾学校的现职的学校长，啊是台湾中心的董事吼，画会诶即个，所以画会诶理事啦，你们即马嘛是理事嘛吼。啊，所以伊阁是阮台美林联合基金会的理事吼，阮拢在做共款的，拢推行这个艺术方面的。啊，所以伊足对社会公益、社会服务哦，足用的心的啦。你若大场的台美林的活动，拢有找到咱林先生伫遐斗三工，所以这我咱是真。欢喜今仔日吼，伊下底要来遮啊，来甲咱介绍
也业余生活，哦，OK， 客家来欢迎。安尼，你有一个大概了解吼，南北管的这差别吼。老实讲，你台湾生活的时，咱拢有你台湾生活过吼，知影讲，哇，就是这款音乐哦，啊，佫有名呢。哦哦，咱较早是讲，哇，这足差的，足歹听的。好，啊，以前我即摆吼，煞来要请啊、林正贤先生吼、来讲吼，一九四五。有叫四五以前的台湾流行音乐，啊，这音乐的创作者拢是大部分拢日本留学回来，所以伊写的曲，这个用台湾话的谱从唱出来，所以你若像讲万春龙、乌雅会这物件吼，拢是迄阵啊的音乐，所以那请你们，啊，这林先生是。那个 Norther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在后藤那边的校书吼，其他的校书，啊，所以吼，你现在是你一个美国的高级科技公司做主管吼，做主管的，啊，伊，我甲伊两个拢业余的啦，拢不务正业吼，但是伊较厉害，当伊迄个琴啊，哦，你现在就听伊，迄个奥胡哦。有够好听，所以你说啊，嘿呀，啊伊足热心的，伊也是画家，因两个拢画家，因两个拢属于台湾台美人艺术协会的会员。啊，老母吼，迄个吕先生，伊是做过会长，啊，迄个郑先生吼，伊画图嘛真好看吼，我拢对因差太侪啦吼，啊伊咧郑先生伊过去。台湾学校的现职的学校长，也是台湾中心的董事吼，画会的这个，所以画会的理事啦，你们今嘛是理事嘛吼，啊，所以伊啊伊阁是阮台美林联合基金会的理事吼，阮拢在做共款的，拢推行这个艺术方面的啊。所以伊足对社会公益、社会服务哦，足用的心诶啦。你若大场诶台北人诶活动，拢有找着咱林先生伫遐斗相共。所以这我咱是真欢喜，今仔日吼，伊会伫要来遮啊来甲咱介绍伊诶业余生活。吼、哦、，OK， 大家来欢迎。咱即下要后半场吼，啊、由林正贤先生、阿哥李信爷，还有那个吴丽华小姐，这三位要来甲咱啊表演来说明，多谢，来用掌声欢迎哈。啊，两位，请，甲拍拍一下。大家真熟啦，这是啊，单单芦荟迄个青春回忆曲，吼、哦，伊这是
本来是写在家己发生一个故事，一个医生甲护士的故事啦。大家应该真侪人拢清楚。陈达儒伊是迄个台南人啦，那有人怀疑讲，伊这写的是讲台南的故事，毋是家己的故事。但伊内底的故事是讲，即个护士甲护士甲医生发生小意外啦，啊，尾也才有心啦。但是后来伊才知影讲，医生已经有家室了。所以这歌内底吼，歌内底阁有一个口白讲，吴先生。我即马已经爱来离开这个病院看护妇的工作，因为我相信医生的灵格，我相信就是医生的话，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，所以这歌内底有一个口白啦，所以这真少歌讲内底啊有写这个内底主角的心吼。伊个吴先生拢个写出来，所以人来去查讲，家己迄个时阵姓吴的医生是啥哦？对不起人哦。所以这条歌大概，你若听人咧唱歌，有人看人安尼，感觉坐遐坐立不安哦，这大概姓吴的医生的歌。对不起。因为我拄好有迄个烟脑吼，加在我有鼻感吼，即以前若无出来的时阵，因为即个烟脑顶头就拢一挂，今日要讲的一个大纲啦，就是讲，原来迄个医博士是交代讲我讲迄个1945年进前啦，但是我一开始入去查即挂资料的时阵，咱开始讲按迄、那个。陈武贤也是往迄个陈达儒开始讲的时阵，咱无来讲到，无讲到王一峰煞，感觉未完全啦吼。你讲对台湾的流行歌曲交代未完全，所以我所准备的资料大概拢按陈武贤1933年，甲王一峰，迄阵大概已经2000几年了。但是尽量的歌就是讲，咱大家较熟的歌啦。那较新的歌，其实我嘛无熟啦，老歌我较熟。啊，咱吼，啊，我所有即挂迄个音乐家，无管是作词的，还是迄个作曲的，吼，较重要的拢写出来，吼。主要是咧正平即平的，吼。啊，倒平我是讲，咱即挂台湾啊，这是较算较艺术的部分啦，像迄个吕传兴教授啦，吼，迄个。咱迄个李信杰老师的爸爸吼，啊，甲一个迄个林福如老师吼，林福如老师嘛是本来嘛是算陆传兴教授的学生啦，啊嘛吼嘛斗阵拢做真侪音乐的迄个教育工作，啊上尾啊我加一个迄个戒酒，我只酒。就是台湾的是安尼样，因为我是真喜欢伊的几个曲，啊，这个人，这个音乐家会有一挂较特殊的迄个背景，哦，啊，咱看今日时间偌济啦，所以跳来讲啦，因为这内底资料其实就足多的啦，哦，所以你看，咱开始讲陈达儒的时阵，这内底的歌。吼、哦，较代表性的几条歌啦，吼、哦，吼，像讲《白牡丹》啦，《心酸酸》啦，吼，哦，《青春影》啦，啊，农村曲啦，农村曲就是条迄条，透早就出门啦，吼、哦，啊个《南岛夜曲》夜曲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我拄啊弹迄《青春悲喜曲》啦，啊个《安平》。对用曲，这拢大家熟悉的。但你看，安平对用曲，伊是1950年才写出来迄、那个迄、那個、歌，所以已经犯规啊啦，已经超过1945年。但是感觉总安尼来介绍会较安全、较完全，讲对这个陈达儒的一挂代表性的作品，好，比较安全、完全滴。
那无看迄个影像，加在我有迄个腰皮的吼，你来看这個。哎、啊，这主要是大纲啦。对啊。啊，主要我的迄、那个，我的目的就是讲，因为我是要找一个迄个 application， 因为我即个主要拢在顶头，所以走来走去，大家袂使恁干来看，爱看到头壳会花去，啊，目睭会花去。所以我才印这吼、個，大家做参考，有一个 reference。伊就简单介绍这个陈达儒先生啊，陈达儒先生顶头写嘛，1917年生的啦吼，甲1992年。但是我即马讲吼，有一点仔迄落倒底讲啦，因为其实是李武贤的较早生。啊，你若普通讲按要讲台湾的流行歌曲，拢按李武贤开始讲，因为伊较早算差一几年啦。但是我想阿咧甲。倒底讲，安尼会较趣味一丝啊。好，咱先讲陈达儒，因为陈达儒伊做的歌曲200-300条，伊算真伫台湾的流行歌坛算真有代表性，所以伊算嘛真重要。你若讲甲林宥贤来比，林宥贤因为较早走，所以伊的作品实在算无济，伊的作品算到40-50条安尼啊。啊，一个是作曲，一个是作词的，所以性质无啥共。那陈达儒伊也算天才啦，伊算19岁就入去迄个，迄阵啊，台湾较大个迄个日本唱片行。陈达儒是入去胜利，你来记个，你来记个较早个旧曲盘顶头一只狗，啊，一支迄个喇叭，阿西个迄个胜利嘛，胜利唱片行。伊19岁就入去啊，19岁入去啊，就算真有才华啦。所以胜利的迄阵，差不多2/3的曲拢伊做，因写词拢伊写。啊，咱较早写歌是拢先写歌词，啊，再来配音乐嘛。吼、哦，甲尾啊，无共款啦。有当时啊，咱甲现代有当时啊，曲先出来，啊，再来倒歌去，对无？所以较早写歌词的算是较重要啦，照来看哈。好，咱安尼讲，陈达儒介绍安尼就好。啊，再看伊的歌曲啊，吼，《白牡丹》啦，吼，《青春》心酸酸啦，《安平对乡曲》，啊个《南岛夜曲》啦，《南岛夜曲》，大家知影倒一条无？大家知影都是条南岛金青，歌声满街顶，对吧？冬天风摇，酒杆手中停，是不是安尼？哈、啊。啊，那陈达儒来吼，咱来介绍迄、那个。李武贤啦，但是要介绍李武贤进前吼，哎呦，咱因为即个较，算讲较，我看咧即个音乐家吼，因即个总是讲唱片行啦，伊讲即个音乐家，因在活动的所在大部分拢是算啊，即嘛是大流亭。较早日本时代叫做音乐厅啊，啊，恁若甲台北较无熟的吼，我想安尼甲你补充一寡资料，就讲大场厅到底是啥物所在？所以我挂一个地图伫。啊，因为我较早嘛是迄、那个比较有名的人，我是咧艺馆，我虽然是艺馆大汉的人吼，啊，伊遮。啊，顶头按音乐顶的迄三字甲考起哦。音乐顶是我要甲淡水河边一边，好、哦，第一算延平北路，延平北路向这边是东啊西，向西，哦，甲迄个淡水河边嘛，甲迄、那个布花遐迄个所在，啊，哎。这个圆圈，这就是较早圆圈啦。
咱医院边啊，就是迄落一座宁夏路，初期一座是宁夏路，啊，伫咧一座是重庆北路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看宁夏路边啊，遐一个凤来国校啦，啊，甲伊甲下骹遐一个立新国校。啊，为啥要讲这个立新国校呢？立新国校就是因为即个音乐家内底，像田宇贤，伊不在立新国校教书，伊师专毕业以后，吼、哦，有来立新国校教书。啊，我是凤来毕业的，所以小变变，无共时代。啊，啊，这个是古早迄个交河的是交河庆年的古地图啦，啊，人去甲画起吼。啊，后壁这张是现代的地图，所以你会使小对照参考一下。要讲台湾的迄个流行歌曲吼，啊，是一般的人拢是按这条迄个叫做土花迄个字嘛吼，《桃花泣血记》开始讲，因为伊内底一条歌吼，伊迄条歌足流行的啦。啊，迄条歌上下，迄条歌是由一个叫做詹天马甲王文芳，詹天马甲王文芳伊本来是迄个戏台内底叫做编书啊，编书就咧介绍剧情的啦，有当时啊嘛替。招呼一挂观众啦吼，也是讲人要找伊啦，讲阿明啊，恁女仔咧找你啊，即顿去食饭啊，啊编书的代志就是安尼。啊，即、這个歌是詹天马甲啊王文芳推这条这个电影写的一个歌曲，啊，也真流行啊。我即摆来放看卖吼，放看伊会唱袂。这是一个文哈唱的。有人会晓唱吗？好，咱听听来一段就好。就是由这条歌片开始吼，啊，才因为迄阵啊一间叫做迄个哥伦比亚唱片行嘛，是日本开的哥伦比亚唱片行。看讲诶，这电影的这个流行歌曲会流行啦，所以迄阵哥伦比亚才来，迄阵来请迄个田宇贤入去参加，吼，啊，才毋是讲伤紧，迄阵啊一间另外一间唱片公司叫做文声。文声唱片行，就邀请迄个田宇贤来做一条，另外一条啊曲叫做《大稻城进行曲》。有听无？有听无？其实咱拄仔听迄个《桃花泣血记》迄个医疗歌吼，因伊这是一个悲剧，但是你听医疗歌是一个进行曲的迄个方式啦。因为伊迄歌毋是伊的主题曲，伊迄歌是伊的广告曲。你还记得较早咱的迄个古早电影的广告是迄个搭三轮车还是迄、那个？啊，挂一个看板喎，啊放音乐啊，迄音乐是要让叫人来看电影的，所以伊的曲毋是迄个主题曲啊，甲电影无关系，哦，伊是广告的意义就对了。哦，啊，咱讲转来即个田宇贤吼，伊做即条大场地进行曲以后，嘛真流行嘛，受大家真欢迎啦。啊，尾啊只。才有这个哥伦比亚，哈、哦，哥伦比亚，伊个叫做古伦美亚，哦、来邀请李伟贤来进入这个公司，爱才开始伊这作曲的啊，这个生涯哈、哦，啊，伊做的曲大概拢吼、
真侪区拢是真有名啦，像讲，吼、哦，四季红啊、月夜树啦、望春风啦、乌鸦花啦，吼、哦，这种啊，你若有印象的时阵，就是你若坐中型啊飞行机要到台湾的时阵，你若听到望春风的时阵，就到厝了，吼、哦，啊，紧起来，唔通搁困啦。啊，要起飞的时阵，敢是放乌鸦花是，我唔会会记。哎、啊，啊，顶头阁有写讲，即个曲虽然是吼、哦，是张伟贤来作曲，啊，伊边仔迄个作曲的人吼，拢给写出来吼，苏继荣、李林秋啦，啊，外家秋啦，黄春龙啦，吼、哦，周天梦、李林秋、周天梦，吼、哦，等等吼、哦。其实我只有一块图片，就是，因我的相片是迄个古早迄个手片，迄、那个型哈，顶头写古伦美亚。但即摆无看，无多。啊，咱即、這个即条乌鸦花吼，咱来特别来介绍一下，因为伊是迄个周天王啦，伊拄啊周天王嘛是伫哥伦比亚啦，哥伦比亚。啊，即摆伊是听到一个。痴情的查某，唔知倒多听啦，大概什么舞厅还是酒楼啦，在讲伊迄悲惨的身世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他们只按这故事来写出来，啊，写出这个啊乌鸦花这条歌嘛。但是乌鸦花呢，除了流行曲以外，佫有一个电影，有一个剧本啦，舞台剧啦。伊只舞台剧是迄、那个，咱拄仔讲的迄个编书詹天马，吼、哦，詹天马甲写，吼、哦，啊，伊个故事就变较复杂啦，讲啥一个南部的查某囡仔啦，来台北啦，啊，要找因查某朋友啦，啊，尾仔发觉讲，啊，查某朋友已经结婚啦，拢是安尼啦，吼，真侪故事拢安尼结局。啊，这是詹天马，就是根据这条剧，啊，佫写一个剧本，一个舞台剧。好、哦，啊，咱啊这四条歌曲哦，为啥叫做四个梦舞了？吼、哦，这就一个点过了吼。咱先爱按下开一条讲起，想要弹钢调，吼、哦，想要弹钢调，就是周天王写的词。但是想要弹钢调吼，你写了伊尾也拢无啥流行吼。到1992年，则有人甲提出来吼，啊，凤飞飞则去甲发表，迄阵则开始阁重新流行。啊，这首歌是其实真好听，吼、哦，咱来听看嘛。头前是古早的录音，啊，到尾啊，凤飞飞唱现代。啊，后面想讲推出这个想要大钢调，以后伊才推出迄个叫做四个网舞，按这四条歌甲连到底，啊无做一个、啊、表演安尼。
啊，所以方伟发表这个想要大工条之后，啊，才提出这个四个房屋，吼、哦，作为算讲伊一个表演的一个节目啦，吼、哦。但是我即马咱，我想我来有现在有一四条，有一部分着，卖拢有，吼、哦，互大家参考看卖。看遮侪人煞，毋知影要怎坐。煞袂记要怎坐。收盘咧。无，遮拄好，快紧。遮来拄好。四个房屋头一条就四季房嘛。嗯。呀，四个房屋。所以你是要来听我扭琴，还是要听我乱弹？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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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条叫做翠青花了，我再听看卖。这个翠青花，我煮的这个是烟枣的，吼、哦。有一个台湾的乐团叫做弯声弯声，弯声这个乐团引来烟枣。有听吗？啊，因这内底拢是迄个职业的音乐家，真侪拢留下深厚的这个音乐家。啊，大家去斗阵啊来。演奏迄个台湾的一挂歌曲，真好听。所以这条咱来个听好了。袂歹啦吼。
我另外搁找一块迄个嘛是啊，嘛是迄、那个，即个交响乐团以为吼是迄个台南女中的迄个学校内底乐团，音乐量嘛足好听的，但是囡仔吼，囡仔以为感情甲这差足多，差一丝啊，啊嘛真好听。啊，本来就是讲，就是放一条，就放一条，但即、這个即条音乐感情足深的，真感动人。来，咱阁继续。啊，张宇贤哦，啊，阁另外两条歌，咱简单讲一下。迄、那个南一条叫做《南国花圃》，《南国花圃》一般你大概毋知影啥物歌来。其实伊即个就是迄、那个本来较早迄个黄俊雄播的戏，虽然本来底伫迄个迄、那个南国的。放台西西上面哦，一条歌嘛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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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一条歌啦，也南国花圃。啊，阮家嘛无啥流行啦，但是王俊雄佫甲重新甲推改编以后才流行起。啊，另外一条叫做《番茄姑娘》啦，《番茄姑娘》一般看无，毋知影谁。其实《番茄姑娘》就是迄个十八姑娘一朵花啦。啊！伊尾仔传去，在台湾无流行，传去敢若香港的啥，改做中文版的。啊，尾仔文下才改做台语版，叫做八姑娘一回。啊，文版的就十八姑娘一朵花。啊，才流行过来，1955几年才转来台湾，迄阵咱才知影。OK， 我感觉咱来小赶路一下。所以嘛，周天王，因为周天王啊，为来伊写的真侪歌吼，拢迄个张宇贤迄个好的曲嘛吼。哦，咱拄仔拢真侪条拢介绍过嘛，乖乖阿秋啦、乌鸦花啦、想要弹钢条啦，啊，搁拄仔咱听的醉人花啦，这拢是迄个周天王写的嘛。甚至南国的花圃嘛是周天王写。啊，几条啊！伊甲另外迄个作曲家，像杨三郎做《秋风夜雨》嘛，吼，《秋风夜雨》大家嘛是真熟嘛，吼。风雨声音缭乱秋夜，静静时常听见多芬靠悲哀，是不是？志明，哇，恁比我较熟。吼，啊，搁迄、那个。高兰花啦，高兰花咱现在来讲，咱讲杨三郎的时阵来讲，高兰花这条也真好听啊。好，高兰花啊，另外一条较有故事的是这个河边春梦啦，河边春梦大家拢真熟啦吼。河边春风寒心，感冒要安怎？这是人家改编过啦吼。抬头起来看，幸福人作伴。哎，这个啊，你这样也是啊。你把它笑笑笑个，真的，咱现在有通个 A 啦。我今日时间无够。河边春梦啊，但是河边春梦呢，开始啊是一个日本歌星唱的。但是因为伊个发音无啥标准，所以当初就无流行啊。啊，到尾啊，1950年的时候，台北发生一件代志，就是一个叫做陈素清啊，甲张白凡啊，在淡水河跳水自杀啦，哈。唔是啊，是陈素清自杀啦，那不是张白凡啊。啊，河边春梦。因为这个消息真轰动啦，哦，啊，才去拍一出电影叫做《河边春梦》，啊，用这条曲来做迄个电影主题曲，啊，这条歌才流行起来。但是尾仔发现讲，这个陈素清甲张白凡这是一个相杀，不是情杀，不是讲性情，啊，尾仔迄个社会新闻才查出来，啊，这条。一个较趣味的代志，就讲这个作曲叫做黎明啊，
啊，尾仔查出来讲啥呢？这个黎明其实是周天王的笔名。哎、啊，因为迄阵啊，伊是哥伦比亚嘛，周天王甲迄个刘天王哥伦比亚，因规定讲，你一份工作甲一份薪水啦，无管你写客甲一写，吼、哦，还是做厨拢甲领一份薪水、就是。所以你要用另外一个名，才有通领另外一份薪水。所以伊啊用黎明来，吼、哦，黎明来做伊个作者的名。啊，其他佫一寡故事啦，讲伊请叫伊的朋友去台底去领钱啦，啥物啦，吼、哦，咱就莫讲较详细，只要佮食着。来，咱所看李林秋，哦，李林秋，哦，哦，啊，伊内底两块琴，四季风、万春风、田馥甄的琴嘛，咱拄仔拢大家甲大家介绍起。啊，另外一条《宝破梦》啦，哦，这大家拢真迄落真熟个的歌琴嘛，吼，《宝破梦》啊，《宝破梦》是另外一个作曲的王文峰作曲，啊，伊到尾啊，到1977年哦，再阁做一条曲叫《相思海》，这条大家应该真熟啦。相思海就是迄、那个海面茫茫相思海，茫茫是东西，阮是思君君未来。人心今何在？这条歌嘛，啊，这条歌是甲就是另外一个作曲家叫林乐，这种较现代。林乐，我记应该是伊是来美国读迄个电脑作曲，用电脑落去迄、那个产生这个迄、那个好、哦、melody， 伊是头一个啦。我记是安尼，脑部大概是个看方才。啊，林乐甲写曲，啊，李林秋做的《相思海》。咱即摆来看迄个杨三郎，杨三郎虽然讲啊，咱稍等，咱回头来看陈达儒甲田馥甄。我开始有讲陈达儒算是迄个台湾流行歌曲真重要一个迄个音乐家嘛，因为伊做两三百个迄个台语吼歌曲。啊，田馥甄伊算。伊做歌曲虽然无多啦，伊是作曲，但伊留落来物件无多，但是伊留落来是足有名的啦，《望春风》啦，哦，《乌鸦花》啦，等等啦，哦，《翠心花》啦，咱拄好听着。但是你发觉讲，陈达儒甲田馥甄从来毋捌合作过啦，哦，遐奇奇怪吼。对，啊，你讲破个，对啦。因为主要伊是无共公司嘛，陈达儒是迄个胜利哦，啊，田馥甄是迄个哥伦比亚，而且儒甲你看陈达儒甲田馥甄差一几年，吼、哦，两个可能无啥共代，啊，因为田馥甄较早离开啦，所以可能陈达儒也无记得机会讲甲伊阁合作，所以咱。即嘛留来就是讲两个拢无合作的迄个作品。好，咱阁回到来讲这个啊，杨三郎先生啦，哈、啊，杨三郎伊嘛是啊，我们拢台北人，即个音乐家拢是唔是放假，我就拢是台北附近啦。杨三郎是永和的人。啊，杨三郎阁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讲伊头摆迄条曲叫做《万里扎龟》。啊，《万里扎龟》，《万里扎龟》是阁甲咱吕传生教授有关的，因为伊是受到吕教授的迄个鼓励，才去写这条曲。啊，这条曲才变才出名。啊，伊。做厝的是纳卡诺，这我就无熟，我无去查咯。我无。啊，
哎，伊这拉康乐下来，这个厝啊，有一点啊较新的所在，就是讲伊是用较现代的写法啦，无讲足古板的，讲爱迄条押韵啊啥物啊。所以伊这条歌有一点啊趣味的所在在讲，就望你早归啦。啊，秋风夜雨啦，啊，伊个，这样都有讲过嘛，秋风夜雨啊，江都夜雨，江都夜雨是。杨三郎，伊这个江都吼，江都是嘉南港，嘉南港，嘉南港，伊敢那是有在美军俱乐部，还是啥物亚总会表演啦？伊是分迄个小喇叭。伊本来这是先有一曲，因杨三郎做曲嘛，伊先有这个曲，啊，尾啊加迄个王文。个另外一个啊，哦，另外一个乐手，一个迄个琴手叫做吕传子，哦，姓，那是姓吕，吕传子来个谱一个乐曲。那咱即马来介绍这个《高兰花》这条歌啦，《高兰花》这条歌吼，你来记无偌久以前，佫一出电影佮共名《高兰花》的名。迄出电影是根据白先勇写的迄部《台北人》内底一个故事嘛，是叫做《高兰花》嘛。啊，白先勇有讲，这个《高兰花》是有一摆，伊在几啊十年前啦，一摆去迄个五月花舞厅，啊，看到杨三郎在遐表演，杨三郎在扭琴啦。啊！你表演这条《高兰花》，啊，一个另外一个女歌星在唱《高兰花》，啊，白先勇听讲足好听的，啊，就那一直袂放袂记的啦。这条歌一直留伊的心内，一直留在伊的头壳内，到几啊十年以后，伊写小说的时，伊甲写出来，啊，尾仔才翻作拍作电影。啊，这出电影恁也有看，这出电影嘛真趣味啦。伊内底有足侪款人嘛，台湾人啦。上海人啦，广东人啦，带着迄个中国人啦，哎，讲的话拢是用迄个母语来讲，所以看这电影的时阵，伊足侪这种种语言的发声，啊，感觉真注意，足有迄个比较真实感，哈，袂讲你要讲台语，搁翻作什么华语啊啥的，啊，伊这电影嘛拍了，我看我的印象是袂歹。啊，你若唔知影《高兰花》要安怎唱，我叫你听。听你了，好，因为咱来赶时间，咱那个也就个请李老师跟吴老师，跟咱最后是上精彩的节目。啊，本来我想要介绍一寡，讲一寡即禁歌，迄、那个国民党禁歌的迄个故事啦，吼。我想，咱简单讲一了，内底网传拢播报网啊，网路早归咱都啊拢讲过。啊，即、這个妈妈请你来保重，也是甲即个。洪文的故乡哦，这两地其实拢是文下，甲编作伊本来这两地拢是日本歌，啊文下甲编作伊个台语歌曲。
吼，啊才流行起来。但是文下伊个运气较歹，伊个歌拢叫国民党家己，吼，所以叫歌内底一条。啊，咱即摆来讲最后一趴，最后一趴是另外这条歌吼，叫做《西洋路卡尼》，山阴之中。山阴之中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讲有一个山地的查某囡仔，啊，伊个故事是安尼啦，介伊个一个老师，日本老师，但是日本老师要转去啊，迄阵啊，东亚战争爆发的时候，爱转去日本去做兵，啊，伊要送伊去坐船来啥，啊，排伊个行李爬山，啊，阵啊，落个迄个都拄着大雨，啊，落个迄个溪啊内底，啊，阵啊，计生气。啊，所以日本政府按这个故事来编作一个，讲一个爱国的故事，啊，就立一个迄个钟，叫做韶韵，韶韵之钟啦，挂一个钟，定个，咧挂迄个宜兰嘛，咧宜兰遐所在，即马还佫伫个啦。我只下本来是走上路，但即块歌吼，即、這个故事甚至变作一个日本时代迄个小学课本内底的即、這个。确定，但是尾啊，国民政府来以后，这就无迄个代志啦。尾就改做少康中心啦，啥物天丹护国啦，吼、喔，迄个物件啦，吼、喔。但这块歌呢，尾啊流行去，因为这是日本歌嘛，所以一在国民政府的时候拢禁嘛。啊，流行去香港的时候，改编叫迄个周兰萍改做。叫做《月光小夜曲》，好，《月光小夜曲》。啊，我最后要讲这个歌是，这个歌，到尾啊，咱你知影少年歌民歌的时阵是1970年迄阵嘛，吼、哦，少年民歌到尾声的时阵，有一挂旧歌拢翻出来，搁重新编，重新录，啊，内底我有一块唱片，唱片内底有这块歌，啊，这块歌。其实是袂歹听，我着有一天我着听，啊听，阮妈妈伫边啊嗨，伊在唱，哎，但伊在唱是唱日语的，我迄阵嘛毋知影讲这条本来是日本歌，伊在唱日语的，哎，伊讲哦，即、這个大概因少年的时阵啦，这条歌是因真流行嘛，伊讲这是李香兰搬的一出电影内底一条歌，李香兰嘛，伊说有拍一出电影，敢若叫做。阿里山的姑娘还是什么嘛？啊，唱这，哎、啊，这条歌我妈也在唱，所以我这条歌跟印象足深的，吼、哦。所以我今日做一个结束，就用这条歌，哦、我想着阮老母，啊，来为这条歌给大家听，好、哦。时间拖足久的，我上精彩要开始了。咱请咱两位老师，吼、哦，这时间你做你家迄落，咱那边无要紧吼，这足难得难得的机会吼。哎、哦，多谢。我简单介绍这女了，李信爷啦吼、哦。李信爷是我知影陆大兴的后生嘛吼，的公主啊，伊在台湾是艺术，较早是艺专，即卖艺术艺大毕业。啊，尾啊，搁去迄个美国，来美国的迄、那个啊，皮巴里是那个啊，在马里兰嘛，
也包括伫无深造，吼、哦，啊，尾也参加迄、那个啊美人另外一个啊芭蕾舞团的迄个歌剧院还是，嘿 ，orchestra， 然后担任这个首席小提琴手，啊，今后迄个表演的生涯大概有二十多年啦，啊，来洛杉矶以后啊，嘛对咱社团也真有贡献。第一台湾会馆担任合唱团的指挥嘛，指导老师十多年了，啊，嘛是阮迄个台币画会较早前几年的会长，吼、哦，啊，阮拢是台币画会的会员啦，啊，啊有欠来无？要讲啊，讲几工啦，我即摆请这个李老师甲吴老师来表演，啊、哦。大家好，真欢喜伫只甲乡亲安尼在斗阵分享遮尔好诶，咱台湾诶音乐历史、艺术历史，啊，互我一个感想吼。我坐伫遐安尼，即一点钟来吼，去我想着讲，诶、欸，即甲我较早伫学校，啊，每学期要开始前啊，一定伫在伫学校大门外口买一本参考书，无迄本参考书吼，安尼册足歹读诶。啊，咱今仔日吼，伫一点钟来吼，啊，咱听按邓宇贤、林秋，哦，啊，昨天我啊，张天马啊，遮个人啊，搁哥伦比亚唱片公司，啊，搁拄啊嘛听到日本军队进行曲，哦，啊，甲咱现代音乐史，哦，搁我老爸李先生啊，李海先、林福玉啊嘛讲着。郭雨欣，吼、哦、啊，迄、那个真要紧，迄、那个上要紧的，咱嘛有听到迄、那个土火气迄句，哦，啊，即、這个就是咱台湾音乐历史内面上重点啦。啊，咱第一点钟来吼，啊，听遮尔多吼，啊，是当然足无简单，啊，真多谢林先生。啊，咱真拄好啊，真福气吼，有请到吴丽华老师吼。吴丽华老师是咱南加州吼足出名一个声乐家，也伊是咱台湾人吼为第一个吼，伫个即个水晶。Crystal Cathedral。水晶大教会。Crystal Cathedral 吼。一个 solo soprano， 啊，要入去迄是足困难的，哦，啊，伊伫遐嘛真久，啊，伊吼，若有人拜托伊请伊唱歌，啥物拢讲好，哦，啊，今仔日要来遮，伊要甲咱唱两条曲，吼、哦，咱拄仔嘛有听过啊，哦，万春风如摇花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拄啊，林振贤拄啊在讲，哎、欸，我嘛使用吉他甲你弹奏吼，安尼嘛真好嘞吼、哦。所以咱即马就因为时间问题，咱即马就开始吼、哦。啊，要甲大家啊演奏两条曲，啊，我为小提琴，啊，吴老师唱，啊，林振贤要来弹吉他。真多谢大家，一同来到这吼，我相信咱大家拢听足多，也真感谢林先生，予咱真好的介绍咱台湾早期的音乐吼，予我个性回去到我细汉的时阵，我拢听着阮爸爸妈妈吼，细汉的时阵拢要唱跩歌吼，拢足熟悉吼，所以较即摆阮要来唱两首歌吼，就是邓宇贤的两首歌吼，《乌鸦花》甲《望春》。风啊，请咱大家注意听吼，因为我较叹的吼，要甲恁考试啊。中风有一句要请恁唱，好无？哈、啊，咱我相信咱大家拢坐个真忝嘛吼，会使活动一下哈、啊。咱大家会当啊，你准也是会晓唱，你会当甲我斗阵唱哈。啊 ，actually， 我是学声乐的啊，所以叫我唱这台湾歌吼，有一点啊下海啦哈。啊
我今我试看卖哈，啊 ，I try my best 哈，哎，我试看卖会当，哎，甲咱大家来分享这两首歌，好不好？第一条《梅花花》。社会哈，当初咱早期，因为咱女人拢较无地位，所以哈，迄个时阵有这个悲情的歌出来。第二首，我们来唱《望春风》哈，请咱注意听哈，中间较等下，我会请咱大家到恁唱，我要靠恁了哈。心内
多谢各位